出发喽！整排就是游戏区的一个体验的部分。那刚刚有提到 F 洞跟厕所，对，在左手边这边。F 洞，对， F 洞厕所，对。的话是三点钟，那三点钟的话会建议您可以就是先参考我们的神厕所。神厕所，那稍后的话我带各位到 H 洞。那边直接做体验，然后接着三点半的话有棉花糖的体验，然后一起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表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拉他，你的眼睛对着这个，对准那个板，看着这个，手要伸直，这样子，会不会？蜘蛛丝，棉花糖蜘蛛丝。对，卷快一点。对。哎呀，卷快一点哦。好，弟弟呀，你要去哪里？哎呀，要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弟弟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想吃还是想玩？啊，你想吃还是想玩 ？OK， 耶、yeah ，来吧。好，那我们这层是 B1 大厅，一楼是游泳池，旁边有儿童戏水池，二楼跟四楼都可以更衣沐浴。嗯。三楼是健身房，旁边有桌球室、嗯。那如果需要就是球拍的话，跟我们柜台借。嗯。四楼是泡汤区，然后我们下水的地方都穿着泳衣跟泳帽。好，那、啊、我们可以在那个游泳池是在游泳池在一楼，在一楼，所以我们可以一楼跟四楼这样互换，就是看你们要电梯上下还是楼梯都可以穿着那个着泳衣上下、okay ，就泳衣跟泳帽要记得带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